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答应大家的视频来了啊！这期视频我们要把这个皇长状态欧布啊，给它升级强化一波啊！上一期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只升级这些碎片身心，我们都不搞，技能也不弄啊！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实力能不能过困难版本的1-1啊！来升等级，直接升到我能升的最高等级，可以吧？哇，这等级有点高啊，说实话。这都没有上限的吗？应该有上限吧？啊，不能升了啊，已经上限了，23级，我们再来重新挑战一波，困难1-1啊！上期视频大家看到了啊，非常吃亏，但是我们的欧布攻击非常帅啊，我们这一次看一下一套组合拳能不能将这些小怪带走。好的，又来了啊！三个小鱼怪又来了，上次打得很吃亏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，哎，这次明显轻松多了啊！一套组合拳虽然没有把他们打败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次来了4个，直接一个一技能终结。好，还是差那么一丢丢啊，问题不大，来一套组合拳直接全部带走，继续向前冲啊！继续向前冲，又是4个。这次我们来一套二技能啊，看一下二技能能不能将他们直接送走。来近距离攻击，二技能还是差那么一丢丢啊，差那么一丢丢，稍微升一下心呐、啊，升一下技能就可以秒掉他们了啊，非常轻松。哇，这次有6个，那我直接开个大招，能不能直接秒杀？大招就是大招，大家看到了没？小怪前2个技能都不能秒杀，大招可以啊。好的，我们来打 boss 了啊！1-1 boss 加古拉，5条血的加古拉，来一套一技能，直接弄他没了，他1条血啊！好，我们等一下技能 CD 二技能啊，看一下他的攻击，看一下他的攻击，你打我呀，打我呀，打我呀！哎，你怎么打不到我一样啊？200，200，200，你放个技能呐、啊？有没有技能加古拉？什么情况？好，放技能呐、啊，400还不如普通攻击呢，干嘛呀？那你完了啊！那你完了，吃我一套二技能。二技能打的伤害没打出来，我怎么感觉？来来一套组合拳，1、2、3，看见没？组合拳还是可以的啊！空冲组合拳给大家看一下，直接脚踢、二踢、三踢，非常帅啊！但是伤害感觉还是不够啊！我们等一下大招，等一下大招，还有20秒啊！我们先普通攻击，把它打到只剩2条血。来，1、2、1、2、3，3，一皮2条血了啊，2条血了。我不知道这属于是2条血，这里乘2啊，我不知道是2条血呢，还是说2条血之后还有1条血啊？我们直接一个大招，看能不能直接将它终结。好的，技能 CD 到了，我们等他放完技能。好的，你耍帅，时间已经到，那我该我们了啊，直接一个大招，4000血，朋友们，哎呦！1条都没打掉，好难受。好的，直接一个二技能送他，拜拜。待不了，直接来一个终极必杀。哦，直接连击暴揍，我的天，直接从地球外打到地球内，直接终结，非常帅气啊！我们的皇三欧布，好的，胜利。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关注，关注视频多点赞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